嗨，你们还好吗？今天我要做开箱，开箱什么呢？哦，一直打到桌子。我第一个入手的香奈儿包，看一下它的包装。这个是花，还有它的缎带，黑色袋子。盒子是箱子，然后我们现在打开，就是这么的杂志。准备好了吗？它很有质感的，很厚。打开是这样子啊，别吵在动。打开是这样子，没有给香奈儿的防尘袋。妈妈，里面还有一个香奈儿的书。这里面有附一个布，给你擦你的那个保养的。重头戏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猜得到我买的第一个是什么吗？就是。这一个，哈，我来猜一下，包得很完美，价格在这里，打开，哒啦，是一个 boy small boy bag， 有猜到吗？有猜到这个 boy bag 吗？这个颜色是很漂亮，我买的是菱格纹，然后金扣。它这个扣子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是四个角。现在你去看，所有的 boy bag 是一体成型的。这小号，等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买小号。OK， 快完成了啊！我的香奈儿 boy bag， 我觉得这颜色好漂亮，它看起来是墨绿色、绿色、绿色，可是它里面有带蓝色，所以啊，香奈儿说这个是蓝色。然后你看它的旁边还有香奈儿的 logo。金扣的，这是复古金，不是亮金。那我们现在就撕开。啊，撕掉了。这是一块 clasp， 然后在上面还有一个皮，一样颜色的皮。我是觉得很好看，我也觉得很好看。我们来看看里面，但里面空间不大，里面就长这样子。然后有它的保卡，不是，也不是保卡，就是 serial number card。然后我觉得这个。剩下的都很好看，这个颜色，你不觉得这颜色看起来是很有钱的感觉？
谁不美？美。喜欢吗？我喜欢。我的手机，我的钱包，这个口腔芬香剂，老人爱用的，也不是老人爱用，我爱用的薄荷棒。护唇膏必备，因为你现在出去刚刚好，你现在人出去，你真的不需要带到什么大东西，你就一个手机、一个卡包，其他东西带一带，刚刚好。而且我觉得背在身上尺寸很刚好，来给你们看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现在流行小包，这个颜色是很适合搭黑色，也很适合搭浅色系的。而且这是限量的颜色哦。想说黑色的太多人有，就买一个限量的。你们还喜欢吗？这是我第一个香奈儿包的开箱。拜拜。